Can I hit you up? Or have I not waited for long enough since the last time that we talked? A few moments later. 你来美国这么久，最喜欢吃的是哪一家？那个吧，爱丁的吧，好好吃的。经济实惠。来，导游，规划一下路线。来，我们即将开启七个小时的动物园深度旅游之旅。哎，你还没有跟我讲你的路线呢、啊。一圈就好了。好，现在第一站是什么？我们以逆时针的角度来看。好。就这样子走这个。所以我们第一站会是什么？好，啊、哦，我知道了，商品店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导游，这里有竹子，有没有熊猫啊？我没有看到任何熊猫有在的。导游，你可不可以加油一点啊？我十分钟前才刚拿到这张单子。导游，我要坐热气球。你怎么在这啊？导游，我应该说什么？那一车是什么？那家是乌克金玩家的。可是我们是乌克玩家哎，好可怜的。对啊，没关系啊，我们所有人都是，大厅的人都是一种一团。我们要坐哪？我们要坐最后面。最后面，那、啊、如果最后面被他们坐走怎么办？我们也不能坐最前面，因为前面有氪金玩家。对啊，氪金玩家的话，氪金也不行。会有铜臭味，成功坐到最后一排，对，远离铜臭味，一排四个位置，我们一点都不浪费。导游，那个 Kijami 是什么？ Kijami 哦，还真的是餐厅哎，导游好厉害哦！不要下班好吗？导游，你怎么脱队？我会帮你们拍一下我的脸，你们可以也不可以啊？你要走开，我才赶快走的，我都可以啊。你明明想要拍风景，然后就说他想要帮我拍照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们到底是动物园探险小队还是爬山小队啊？爬山小队。哦，你偷骂脏话。还有西瓜没有来。你刚说什么小队？爬山小队。所以你在爬山小队？对。路边披萨派对，应该要不要去学一下那个动作？就随便找一个，随便拿一个。那是阳啊，那是阳啊。早就日落了，刚光面吃太久了。One shift later。你也吃得太噁了吧，光妹。因为都拿美国小朋友都不。
还去赶人，每个人都被你赶走了，哑巴。他找你干嘛？A few moments later， 你在这边干嘛？我在看哪一个比较划算，好吃。你在精打细算。看这个。哇，厉害耶！看不懂。那个人已经站在那边十分钟了，他精打细算这么久。他在上网找台湾有名。哎、欸，黄子云。结果你犹豫这么久，两包都买是怎样？因为两包看起来都不错。精打细算过空。好可爱哟、哦！光美，炒饭好吃吗？没有入味。然后就这样。你好无聊、哦。学美国人，听中间。One shift later， San Diego 最后一天，第一站。光美，你知道美国没有流浪狗，但有流浪兔吗？真的没有流浪狗、哦。这也太臭了吧！近距离拍摄，有个小 baby， 一样臭哎、欸！快松，快松！神奇快松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怎么美国到处都是怪人呢？西瓜，你刚说你是巧克力什么？巧克力怪，你还要怎么戴帽子呢？去戴上来，然后这里要抓出来吗？第一名。来啊，上去啊！我看你多厉害啊！